啊，所以我们这见面呢，不是四日已过啊，我们是好几个月已过了。修行人呢，一分时光啊，一分命光，我们得要争分夺秒啊，得要勤修静业，我们得要积累好啊。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这个要提早早一点办好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带得走的啊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什么？花在带不走的东西上面，所以我们要，老和尚常常跟我们说啊。要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这看破两个字啊，这个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看清楚人生的真相了。从哪里看呢？从人生的最后一刻看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人生最后一刻》？有没有？自己的还没有啦，有人有看过哦，他又回魂哦，这个叫濒死经验哦，这个记录很多哦，有一个女的断气了，在医院里面了，一断气，她灵魂出来了。哎，结果他的小叔啊，本来要出国旅游啊，结果就接到他哥哥打电话来：“你嫂嫂往生了。”他心里就想了：怎么这个时候往生呢？他还起了这些念头啊。他的嫂嫂的神识啊，就在他旁边呢。后来他嫂嫂呢，回魂了，回去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刚刚知道你说我怎么这个时候走啊？哎，你不能出国了。哇，他小叔很不好意思啊。这个身体不是我啊，灵魂更有智慧的灵性、佛性才是我。你看，人有认知不同的。”程度哦，那假如认这个臭皮囊是我啊，那就麻烦了，你就会为这个臭皮囊做牛做马了，每天得招待他了，是吧？哎，他哪里不舒服，你就要赶快去给他处理了，甚至为了他还进补，进补呢还野生动物。你看，为了他造了多少地狱业？你说值还是不值啊？所以佛门首先要破身见，不能误会这个身体是我，这个身体是我的一个工具。刚好这个神识啊，投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，要借假修真呢。这个身体是假的，因缘和合嘛，一口气不来，他就用不了了。我看你们的眼神都比较没有经验确实是这样，但是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有曾经看过人家临终最后一口气，有的请举手，我也有哦。我的爷爷，他最后一口气，我是亲眼看到，我就知道成语三长两短。为什么叫三长两短？他吐了三口很长的气，吸呢都吸很短，那个气就吐完了，所以第三口吐完之后呢，吸不起来了，就走了。
哦，所以42章经，佛问弟子：生命有多长？啊，有弟子说了几十年吧。我说你还不知道。啊，哎，又有一个学生说了，生命在吃一顿饭之间呢，就很短了嘛。我说你还不知道。啊，最后有个学生说，生命在呼吸之间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吸呼之间？没有啊，呼吸之间为什么呼出去吸不起来就走了？所以这个身体啊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坏，叫真的。真的呢，要去极乐世界才有真的身，紫磨真净色身。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无量寿，不会坏。大家要不要换这样的身体？要哈、哦，啊，每天保养品不要用太多，你太执着这个身体了，哦，这个清净朴素就好了，啊、哦，而且在洗澡的时候呢，也是修行，啊，你在那搓啊搓啊。哎呀，你看每天还有那么多污垢啊，九孔常出不洁之物啊，哦，这个身体不是很干净，我却换阿弥陀佛那个身体，所以你每一次洗澡，你就想着我要赶快去换身体了，你就不会留恋这个身，也不会留恋这一世了，啊，这一世是过客啊，哪里是故乡啊？啊，不是马六甲是故乡哈，哎，极乐世界才是我们安稳的故乡哈。那借假借这个身体假的啊，他可能就几十年的因缘了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我们的真心。所以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！我们前面一起学习了好几次哈，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哎呦，诸位同修，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啊！啊，我们探讨了好几次了，最重要恢复什么？真诚。你看，老和尚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哦，给我们。每一个词都解释得很深入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佛就是教我们恢复真心。老和尚怕我们呢不容易体会真心啊，用这个五心，让我们好关照自己的心，跟这五心要相应，跟五心一相应啊。那你做什么事都是功德了，你是用真心做嘛，有功德了，啊，你生活是功德，工作是功德，积功累德啊，这个是往生的资粮哦，啊，正住双修，正修是念佛，住修就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工作是功德，连应酬都是功德。为什么应酬是功德？你去跟人家结法缘呢、啊，那有功德喽。哦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不是功德。大做梦中佛事啊，新建水月道场，道场在哪里？你跟人家应酬的那一个桌子就是道场，啊，你跟人家聊啊聊啊，现在呀、啊，没有修行的人我们不能说哦，他要学佛教了，他才会觉悟啊，他只要是正信的宗教，
他才懂得怎么处事，怎么做人。不然呢，都会迷惑。很多人生的情况搞不清楚，所以现在人是心有千千结呀。诸位同修，你心上有没有结？我看得出来。看你迄这目头吼，有安尼夹做伙无？哦，你一看这里就好几条，哦，或者一条很深，哦，还有你脸上呢没有喜气，有忧色，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所以修行人最重要，看自己要看清楚。每天起来，第一件事是什么事？刷牙洗脸，照镜子，是吧？你一照镜子，你就看到了自己的状况了。啊，一看，哇，佛门第一堂课啊，没有修好。佛门第一堂课，教我们这一堂课的教授，你们认识吗？哇，第一堂课你们都不认识啊？安尼爱留级啊？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上的，有没有？我们进山门，天王殿，一进去，看到弥勒菩萨坐在正中间，肚子很大，大肚能容。笑口常开，这第一堂课嘛，第一堂课上不好，能不能上第二堂课？一年级没有毕业，能不能上二年级？不行哦，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“面上无嗔，供养具”，你脸上没有嗔心呢，你已经在给人家做供养。啊，因为你的亲戚朋友啊，有缘的人一看到你，哦，这个人笑眯眯，笑眯眯，恁听无？听有啦，听有恁的表情嘛，爱反应一下。我就是我讲对一国的语言去啊。哦，来到马六甲，我还可以讲讲闽南话，哎，解我思乡之愁。是吗？你们，我讲笑眯眯，你们都没反应。哦，还是你们入定了啊？现在是听经，不是打坐啊！不要搞错了啊，法不能用错啊！现在听经，你们有听懂？要回应一下，要 feedback 一下。哦，你看，你。当这个笑脸迎人，人家看到就欢喜了。这有没有供养？对呀，面上无嗔心，供养即然。啊，口里无嗔出妙香啊！啊，我们没有情绪，没有嗔心啊，都是欢喜心啊。你讲出来的话出妙香啊！啊，我们看到人就是赞叹人家的优点。肯定人家的付出，这个就是普贤行。普贤行第一个礼敬诸佛，谁是诸佛？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呢。哦，大家相不相信一切众生都是佛？你假如相信了哦，那你看每一个人，你不会给他脸色看的。是吧？佛，阿弥陀佛，对呀、啊，哦，那你就会礼敬啦、啊，所以佛开悟的第一句话很重要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相。你相信了，你就不会糟蹋自己了，会自爱了。哎呀，我是佛呢，
我现在还在这里堕落，太辜负自己了，就自立自强。哎，你相信这一句话，你会爱人了。信为道源，功则母。你相信了，哇，你就会有很多善根会流出来了。你相信自己了，你就不会再糟蹋自己了。你每一天都会很努力的爱自己，提升自己，尊重自己的佛性。啊，那你也会相信别人是佛啊。那你也会尊重别人，也会爱护别人，绝不会轻视任何人。这就礼敬了。你相信他是佛了，你会容易看他的优点。你假如怀疑一个人，或者对他有成见了，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，你会盯着他的缺点看的。所以佛这一句话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哦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会爱敬众生的。哎，下一句也很重要哦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者，虽然众生都有佛性呢，可是他现在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。哎，佛是万德万能呢。可是他现在被烦恼困住了，这个佛的无量的智慧德能用不出来了。做一个比喻啊，他们家都是金矿啊，结果他现在去当乞丐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这一题这么难吗？他们家底下是金矿啊，现在他去做乞丐，我们会怎么做？你们不会去挖他的金矿吧？不用挖，你也有。哦，这比喻嘛，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比喻你的无量的财富啦。可是你不知道啊，你现在去做乞丐了，每一个人都有金矿。哎，当你知道你有金矿了，他也有金矿，结果他去做乞丐，你一定会去告诉他，你赶快回去挖金矿啊，干嘛过这种苦日子嘞？这个就是自爱了，这个就是爱人了，不忍心看人呢，陷在烦恼痛苦里面，就好像老和尚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是吧？那你看他每一天讲经说法，希望跟他有缘的弟子们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！不忍心看我们在轮回了，在痛苦了。哎，所以现在的人呢，没有闻正法的话。没有闻佛法，心有千千结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哎，你们家那一本经好不好念？不好念哦，念着念着，哎呀，好难念哦，转个念头，下辈子不来投胎了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。你还是转成。觉悟啊，菩提心，你求生净土了，没关系，这一生该尽的本分尽好。接下来，我看不少人都是秋天，还有人冬天呢咬紧牙关，此生正无量寿，值不值得？接下来很短呢，拼起来啊，哇！很划算了，很值得了，当然了，咬紧牙关哦，不用咬很久了，我们一想，
我要咬到死啊！不用了。哦，你真的好好听老和尚的话，咬3年5年啊，就差不多了啊。啊，你好好练呢。啊，比方说老和尚说的，念念为他人着想，练这个功夫好不好？哇，你练他3年5年了，就练成了。你就不苦了，你会有笑容了。为什么？人的烦恼从哪里来？贪不到就痛苦了。你都没有自己的，你就没有我贪了。啊，你没有我贪，就没有我嗔了。人为什么生气？你要的他没给你，啊，你希望他给你讲好话。结果他给你吐槽，你就不高兴了。不顺己意了，就容易嗔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要体会明白哦。我们不要再讲说都是他惹我生气的，这是外行话。学佛不能讲这种外行话啊。哎，本来无一物。何处惹尘埃？明明是我们自己颠倒了啊！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自己的心动了。我们假如有修养，也不会被他激怒嘛。人家弥勒菩萨哦，今天弥勒菩萨特别加持我们哦。人家弥勒菩萨说：“剃拓。”在面上，人家给他吐口水啊，随他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。哎，你去擦那个手举起来要消耗卡路里啊，是不是？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啊，因为他给你吐口水啊，是他很对你生气嘛。哦，你这个手举起来擦，他以为你要打他，他就打起来了啊！哦，你是擦都不用擦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定功很好。”说了，最后被你感动了，说不定。哎，你有修养，他没有办法让你生气呀。啊，我们再举现代版的菩萨，海贤老和尚。真的，闲工，人家给他收电费收多了，他稍微问一句啊，那个人给他2个耳光呢，然后骂他，然后他说，旁边的弟子都有点忍不住了，你看他都没生气，他说打我2个耳光算给我瘙痒了，哦，唾我一个。一脸唾沫啊，算给我洗脸了。人家会转念了，转境了，念头一转，境界就转。你会转念的人呢，可以让你气得快要高血压的，你可以变成笑脸对他。你们相信吗？快要把我气成高血压的。我可以马上变笑脸对他，念头。我们一向外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着在相上。你假如念头一转向内，佛法是内学哦，向内。啊，我怎么要生气了？我怎么还有这个嗔心呢？赶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是他提醒我，我还有嗔心啊，谢谢他。哎，你本来气得要死的，一转念，谢谢他提醒，他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。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中啊，都是来成就我们道业的，你相信吗？相信你就是善财童子了，啊！大家要不要当善财童子？
要章哦，要章才可以回故乡哦。回故乡是当生成佛，往生就圆证三不退了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你就是当生成就了。当生成就的人，看起来有没有当生成就的气质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一人快要升官的时候啊，他的额头都发亮了，他的运势到了。哦，你看一个人不好的事快到的时候啊，算命的说你印堂发黑呀、啊，哎，都有征兆的、啊。你不会看一个人每天在那里气得要死，明天他就去极乐世界了？我看不大可能吧。他要往生了，哎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这个人修得不错。人家怎么骂他？阿弥陀佛，哎，他不会生气了，世间呢，放得下了，啊，用现在科学讲啊，叫频道啊，接上去了，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哈、哦。啊，有一个遥控器呀、啊，控制频道一按，荧幕出来了。你们要按哪一个频道？48频道啊、哦，哎，要跟48院要接好了，不能接到32道去。贪心会接恶鬼道哦，嗔恨心接地狱道哦，愚痴。接触生道哦，所以清净心接佛净土了，清净佛土净，所以我们念佛人呢，心要越来越清净哦，清净到一定程度了，世间呢都不会让你动心了。你的极乐世界的 passport，那个护照就办好了。啊，哎，你拿到这一本护照，心安不安呢？啊，比较安哦，不要每天在那里担心我能不能往生啊？哦，不要乱担心哦，老实念，佛是同体大悲啊，我们真想去呀、啊，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没有不来接的。佛菩萨临念爱护我们呢，胜过父母。啊，我爱汝等，胜于父母念子。只要我们肯回头，父母没有不拥抱我们的，更何况是佛菩萨。所以不要怀疑哦，不要担忧哦，要有信心。你们也要有信心的眼神回给我们，feedback 一下。我讲完要有信心，完了我讲不落去啊！我们这个因缘呀，互相加持一下嘛。哦，我要有信心。嗯，你看我越讲越有力气了，互相成就的啊，好凶好凶。哦，那刚刚跟大家提了，应酬也是功德啊。现在心有千千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哎，你应酬遇到的这些朋友、同事，不也是个缘吗？哦，你不要一开口，我跟你讲，念佛，我阿伯要死耶。你他又不，他又没有认识佛法，哎，真的呢，不认识佛法的人啊、哦，他也会接触，然后他会自己有想法。我见过老人家哦，你一给他放阿弥陀，哎，我阿弥陀死的啦，我还他误会了，因为他看到的好像都是要死的人，然后在那里放
给他念佛，他就以为哦，那个就是要死了。所以你不清楚他对佛法有没有误解，哦，这个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关心他，慈悲为本啊！大乘佛法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！要有善巧方便啊，出言顺人心，你要先了解他的情况。你才好把佛法介绍给他，哦，而且呢，介绍给他呢，要不落痕迹，因为有时候他已经对佛法有成见了、误会了，啊，你一下子都用佛教的名词啊，就把他那个成见怎么样调出来了，啊，你可以把佛教的名词都放下。你看四摄法，你就不要讲这些名词。你看布施，老和尚说多请客，多送礼。对呀，哦，中秋节快到了，哎，教师节也快到了，哎，你孩子，哎，以前对他很照顾的老师啊，哎，师道啊，你把孝道师道种在你孩子的心田里啊，他这一辈子就 OK 了。这两个根基种下去了，这个孩子就善根就开始自己长。大家相信吗？你看他孝根一扎下去了，身有伤贻亲忧。他去读大学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他没有扎好啊，你就要操心了。他去读大学就 University 有我玩4年了。哎，常常3更半夜睡觉就麻烦了，4年读下来，把身体都搞垮了。马来西亚大学读3年还是4年？有3年也有4年的是吧？哦，好。哎，德有伤贻亲羞，所以他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品性。哎呀，我不能给我父母丢脸，还有羞耻心啊。哦，这两个根基很重要哦。他有尊师重道了，老师上课他专心听了，老师给他讲的做人道理啊，他有放在心上啊。他不会变坏的。好。那这个关心他的身心状况啊，我跟大家提过啊，19世纪啊，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啊，20世纪啊，最严重的是癌症，21世纪呢是忧郁症，哎，忧郁症是心病哦，那怎么医呀？心病要怎么医？心要医呀，理得心才会安。他假如不明白道理哦，愈想愈郁卒，郁卒你们听得懂啊？对呀，他不明白哦，他一看我那个同学以前成绩还比我差，读书也没有我用功。现在赚的比我多那么多，他会不会不准？他铁定的，啊，这一件也郁闷，那一件也郁闷，10件20件会不会生病？会呀，我听说啊，现在连小学生都忧郁了。其实啊，都是缺爱，缺爱啊。啊，以前大家庭啊，以前社会啊，很有伦理，家庭很团结，哦，社会人情味很浓，
现在哇，住高楼大厦的，连旁边那个哪一户人家不知道啊？我们以前住大楼啊，我们隔壁啊，常常换，真的不知道现在住谁了啊。哦，而且你在大楼啊，有时候你去跟人家，哎，你好，他那个眼神有一点不是很理你啊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有时候在电梯里。哎，你好，看他没什么回应啊，我们也不敢，哦，我们也得看情况啊。所以现在亲情弱了，人情味弱了，人呢，就会比较没有得到温暖。哎，没有得到温暖的人，有没有信心？比较没信心。人一没有信心哦，他遇什么事都会担忧。所以，一个孩子啊，在家庭成长当中有满满的爱呀，哎，你看他的眼神都是亮的，啊，他看什么事乐观。天塌下来啊，我有父母、兄弟姐妹满满的爱，他不担忧。啊，在座有没有？学校老师的啊，有哈，大家注意看，你看他假如啊，父母离异了，或者父母啊忙的都没怎么照顾到他了，那个孩子有没有信心？他可能成长过程，他很需要父母的时候，父母都没有在身边。其实啊，这个哪怕是离异了，只要啊这一对夫妻呀、啊，用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，那他的孩子也不会受伤，是吧？怕的是什么？啊，互相攻击对方，然后都讲给孩子听，哇，那是他最痛苦的事情。哎，我们人真的要冷静啊，讲话不能带着情绪呀、啊，带着对立呀、啊，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心灵。你讲给别人听，你只要是讲情绪的话，都会污染亲戚朋友。你讲话要心平气和，才能讲话。啊，心不平，气不和怎么办？闭嘴，念佛，不然就造业啦。你只要生气了，一讲话就是造轮回业了。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啊，不能再造三恶道的新殃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刚刚说啊，正住双修，正修是念佛，住修是。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你用真心了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积功累德。过这种日子好啊！上班叫行菩萨道，回家行菩萨道，进厨房行菩萨道。啊，进厨房啊、哦，不要边煮边，唔干弯呢，哦。这个会有毒素掺到菜里面去啊，这样会造罪业啊。所以厨房也是道场啊，煮菜的时候，哇，煮给几尊佛吃啊，哇，你那个菜都有加持啊，你这个心念就是普贤行啊，加持特别好吃了。所以圣人、佛菩萨跟凡夫是什么？一念之间的。你用真心还是用妄心？没有差很多啊，就差这个念头而已。我们是造轮回业还是行菩萨道，就是我们一念之间了。这个要想清楚哦，想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不干傻事了哦。
啊，我有1秒钟、1分钟，我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，真心念一句，灭80亿劫生死重罪。我这一念拿去骂人，就造地狱的因了。一念差好多哦。所以这都是要看清楚哦，一念的差别哦。刚刚跟大家说要看清楚人生的最后一刻啊，最后一刻，双手双脚一摊，这个头也会歪一下，是吧？走了，这一幕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什么？看清楚，身体也带不走，身外之物呢？更不用说了。那假如我们几十年所努力的，都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呀，那你不是很冤枉吗？是吧？而且你带不走的东西太多哦，会不会障碍你往生？哎呦，你在那里想，哎呦，我车子有5部车，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啊，哇，你那个佛都念不起来了。哦，你假如只有1部哈，而且已经过给儿子了哦，你都不用操心这些事了。哎，真正知道随时做好准备的哦。都会把这些赶快安排好了，不要在那里挂着一些心了。这个叫累赘呀，要看清楚哦。哎，你这些带不走的东西越多啊，你的心越有负担。哦，所以生活要越过越简单。你的心才不会有负担啊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带得走的啊。然后呢，你有智慧还会留得下来的啊。什么东西留得下来？钱吗？啊，你要把"钱"这个字看清楚。这个字怎么写？左边一个"金"是吧？右边2只刀，刀割啊，代表什么？钱流越多，谁会打架？兄弟友啊，或者单位的人哦，会打哦。你看，连我们出家人哦，假如流太多哈，走的时候哇，徒弟打架了哦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当师父也要有智慧哦，哎，不然你看你本来是为他们好，最后让他们打架了，哦，所以林则徐先生这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啊、哦，他说：“留书于子孙，子孙未必会读啊，留金于子孙呢，子孙未必会守。”不如于冥冥中留阴德啊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呀、啊。大家看孔子留什么？孔子很穷啊，留了什么？阴德，庇应了他后代2000多年。哦，我们遇到，请问你贵姓？我姓孔，我马上立正呢。孔子的后代啊，哦，孔子对我们有恩啊，不能欺负他哦。不然对不起孔子，庇应后代啊！啊，所以要积阴德，这个是真正可以庇应到子子孙孙的。啊，台湾有企业家留很多钱呢、啊，结果子孙争财产，3年，他的棺材都不能下葬，因为还
没有分清楚，摆不平，所以要有智慧哦，不要留那个会争吵的，留得下来的，努力带着走的，你念佛的功德力带着走，你用真心积功累德带着走。你的心、你的行为跟普贤十愿相应，都带着走。普贤行愿品有讲哦，你普贤行的功德啊，这个普贤行愿品啊，《华严经》都有讲。你临终了，你的眷属、你的房子，你是国王，这些大臣呢、宫殿，你都带不走了，你的身体也开始坏了，都带不走了。普贤行的功德力会带你去极乐世界。我们接下来会讲到普贤行哦，我们认真探讨哦，这都是带着走的。人生呢，轻重缓急呀，什么重要，什么最着急呀，要分辨得出来。不然，我们都忙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前面学习了用真心，老和尚说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那你发了这样的真心啊，这五心都是菩提心。你有这个心，会不会有行为？有啊，你有关怀人的心，你就会有关怀他的言语，很自然的就出来了；关怀他的行为出来了。你关心他，晚上比较凉啊，你就会拿个薄外套给他穿上啊。那接下来老和尚说，菩提心啊，不是说说而已了，要落实了。那老和尚慈悲哦，从《大藏经》当中啊，选了五个行门，这五个行门呢，就包含49年所说一切教诲了。有一个成语叫“纲举目张”，你把纲领举起来了。所有的目都跟着上来了，我们刚过完端午节啊，我们看那个粽子就几条线有没有？咵一拉，整个拉上来了，那个纲你掌握住了啊，这五个是纲，哪五个呢？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行愿。我们前面学习的三福，老和尚讲了，修学的基础是三福。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？你们都放下了哦，放下烦恼啊，教诲要放在心中啊，三福，第一福，人天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努力去做这第一福，我们就是标准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阿弥陀经里面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是当机者。第二福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你看三归啊，精神就是皈依、自性、觉、正、净。我们就随顺觉、正、净，不随顺烦恼习气，不随顺情绪。这个是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不犯威仪就是我们一举一动啊，给家人、给团体做榜样。第三福，
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呢，成佛是果。读诵大乘，读大乘经啊，尤其读这一部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还有五经一论。但是现在人家庭工作的责任很重啊，时间没有古人那么多了，所以夏莲居老居士非常慈悲，他编了一个《静修捷要》。它很简洁，因为只有32段经文，但是把五经一论重要的，他把它都掌握住了，念一遍呢，20分钟就可以了，而且这32拜啊，叫五念简课。你在做这个静修捷要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礼拜。礼拜功德很大哦，礼佛一拜，灭罪沙河，灭我们的罪业。哎，我们要往生的人呢、啊，要谨防业力发动。啊，你临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业力现前，就麻烦了。所以业呀、啊，要好好去修行，把它消掉。消罪业，哎，这个是一个重点啊，这个拜佛啊，就是消业障很好的方法啊。所以老和尚曾经有提过啊，他跟着灿云法师那时候一天拜多少？800拜，那一段时间拜了十几万拜啊。对，他后来修行帮助很大，为什么？业障消，那学习就没有障碍了。哎，有业障的时候啊，一读经啊，就梦到周公了，就开始打瞌睡了。那个都是业啊，要把它消掉啊，业消自然，业消掉了，人会清明，听经也比较容易听明白，有悟处。再来呢，就是要调伏啊，你对世间的爱求、求取的心。你哪个人事物放不下，就是障碍了。哎，你不是临终的时候才放下，你现在放不下，临终能放下？不大可能。你现在人这么清醒，你就不愿意放了，更何况临终。更放不下了。强者先牵，最强的那个力量会把你给扯走。所以常常问自己啊，还有没有放不下的人、事、物？有的话，赶快下功夫了。啊，你们家有没有收集古董？Very dangerous 啊！啊，你收集太多这些东西哦，哎呀，秀喵喵，你到时候就被他给拉住了，啊，连我们出家人不能啊，我爱死这一本经书了，哦、啊，到时候你就到藏经楼去投胎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听说只剩那一本了，啊，放在心上放不下，临终刚好被他拉过去了。娑婆有一爱之不清啊，临终被此爱所牵了，所以这个贪爱啊越来越淡哦。不要跟自己做佛的因缘过不去啊，拜托拜托啊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哦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11条哦。前面10条都是修自己，第11条劝进行者利益他人，所以不要急着去要去度众生哦，要把时间精力先花在哪里？
提升自己呀、啊！哦，我看我们现在都是把时间，他怎么这样？他怎么那样？他也不认真一点，他怎么常常发脾气？你怎么管别人管那么多？要问自己，我还会不会发脾气？哦，我们刚刚说善财童子啊，只有自己是学生，那个发脾气的也是老师啊，他提醒我们。见人恶即什么？内省，要向内。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说：“莫向外求。”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？莫向外求，我们的心只要看向外面了，会怎么样？见人过，生烦恼。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啊！只要我现在心情不好，哎，心情不好就是你生烦恼了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向外见人家过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没有向外啊，不容易生烦恼。所以六祖大师提醒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我讲完这一句啊，你心里不要说好难哦。你假如觉得很难啊，你就入不了佛门了。真正的障碍不是这件事，世事无碍。这是真相，真的障碍在哪？在自己的念头。你觉得好难哦，这个念头才是真正的障碍。今天看清楚了没有？你肯见人恶即内省就不难了。我们现在是难在依教奉行，不是这一件事很难。我们都把责任推得很干净，这太难了。其实是自己的念头，这真难了。这些念头都是假的，分别执着都是假的。我们把它当真了，它就一直障碍我们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，我改不了了。这种念头就障碍自己了。所以，修行人首先要认识真心，认识自己的真心，不要认贼作父。我们的真心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了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不会死哦。所以这一句听懂了，不怕死了，没有死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你听，真正相信这一句"本自具足"，你不会自卑了，不会没信心了。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，这认识真心了。哎，我觉得佛菩萨不会骗我，我还有这么一点点善根，所以我本来没信心的，啊，但是老和尚讲，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我也是众生啊，我也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所以我本来中文最差的。哎，我现在相信了，我有如来智慧德相了，啊，我肯去用功啊，我还是可以进步的啦。我心里面这个障碍就去掉了，不然我以前一看到文言文呢，我头就开始胀了，因为你落了以前的印象了，哎呀，好难哦，哎呀，学这个很痛苦啊，
怎么孔子说"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"啊？我怎么觉得"不亦说乎"啊？你看，你没有好的老师指引啊，你根本就产生误会了。哦，遇到老和尚了，哦呦，这文言文宝贝啊，5000年的智慧啊，我们要赶快跟他接上了。啊，我们用5000年的智慧来经营人生，啊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远。哦，你看我讲到这里都挺高兴的，你们怎么都没有笑容？你们不肯站上来是吧？啊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听经的时候，都要随文入观呐。啊，哎，应该我讲了笑的时候，你们都要笑啊，不然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的有点问题？怎么我笑了，你们都不笑？我们要同频共振嘛，是吧？对呀，同一个频率了。哦，我讲到流眼泪的时候，你也流下来了，这样才起了共鸣了。好。哦，那这个我们刚刚提的这个。敬业三福，啊，你看最后一福，劝敬行者，已经提醒我们了，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精力用在提升自己。前面有10条，哎，最后是11条，轻重缓急要摆正确，最重要的要赶快的是提升自己。其实我们冷静的去想一个问题。我们自己没做好啊，你去讲亲戚朋友，他有什么反应？他一定边听，你也没好我到哪里，还讲我，那你不是，你不是在那里白费力气吗？那我还是忍不住啊，那叫习气呀。喜欢讲别人的习气起作用了，啊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，我要认识真心，我不能认妄心，认烦恼贼，做我自己了。所以禅宗的一些公案啊，就是让我们认识真心的，很重要哦。你们应该都听过了。二祖慧可大师去见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啊，就等一个传人呢、啊，要把禅宗传下去。等了多少年了？9年，面壁9年，等到一个慧可大师啊，跪在雪地里，跪了好几天，哦，很真心啊。达摩祖师出禅定了啊，坐了9年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请教啊？慧可大师说："我的心不安，求大师为我安心。"哎，你们听故事的时候要，你们就是慧可大师啊！啊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。哦，我们要录那个故事里面啊，你看，这样看电影才会有收获啊！哎，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你就是男主角、女主角啊，当然要看好的电影了哈。哎，要看这些可以觉悟的电影，你要入那个戏里面去。你看，达摩祖师说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”慧可大师回光返照，哎，我怎么找不到这颗不安的心呢？找不到就是什么？假的，妄的。你为什么把它当真呢？你把它当真，它每天就折磨你了。你不把它当真呢，阿弥陀佛一提起来，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是吧？啊、哦，比方说你生气了，啊，你说哎呀，我怎么生气呢？赶快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专注念佛啊，这个生气就没了。会变的都是假的。你看我们的情绪七上八下变来变去，假的，不能当真。好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认识真心啊，本质清净，本质具足，啊，不要又认那个妄心去了啊，不要认贼作父了啊，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了凡四训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你正念提起来了，邪念妄念根本障碍不了你。啊，当然了，可能有人就说了，啊，为这个道理我虽然知道啊，可是每一次我不想生气，还是生气了。那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，你不能遇到境界的时候啊，才开始念佛啊，这样你念佛的力量不够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念？随时随地，行住坐卧、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你平常念佛啊，你的心就比较平静；你不念佛啊，你的心就会常常起伏、浮躁。你的心浮躁，你很容易就被一件事给你激怒了。生烦恼了，这一定的。可是你平常呢，都是念佛，心比较平静。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哎，那个湖面很平静啊，哇，旁边的树啊，都映在湖面上，清清楚楚的。哎，突然，啊，有一个蝴蝶啊，停在那个湖面上，哎，泛起了涟漪，你看得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了，啊！假如这个湖面波涛汹涌啊，你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。哦，你平常心很烦，你突然遇到人要生气的时候，你也关照不到了。可是你平常是平静的，就好像那个湖面那个蜻蜓啊，不是蝴蝶，蝴蝶会停在花上啊，蜻蜓。一停，哎，那个涟漪你马上发现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平常念佛啊，你一起情绪稍微起来，你就警觉到了。接下来你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情绪就浮下去了，你就不会被境界转了。用功啊。不是等境界来才用功啊，养兵千日，每天练兵，用在一时啊，用在境界来了。哦，那个我最容易生气的那个人来了，啊、哦，你练功练好，立誓练心啊，今天一定要过关呢、啊。哦，而且我们去观察自己呀、啊，你会。看到一个人，听他讲什么话，你就容易动火气呀、啊。往往是你已经对人家存在成见啊，你把过去的事啊放在心上了。突然他讲了哪句话，调动了你前面的 database 啊，调动了那个资料库啊，调出来了，你马上就火了。你又来了，所以啊，要把资料库啊，delete，不要装一堆东西啊。用什么 delete？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现在仓库就装阿弥陀佛，不要装这些垃圾哈、啊、垃圾了，不要装别人的过去，
你一装那些东西呀、啊，你心就不清净，你对人也不可能真诚，不可能恭敬。要装啊，就装人家的优点，装人家对我的好，不好不装。哎，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哦。哦，老和尚有表演给我们看哦。看那个有人拿那个录音带，老和尚，这个人骂你啊，老和尚。那个人走了，哎，放垃圾笼里面去了，听都不听啊！哎，只记人家的好，这个就是普贤行了。啊，只记人家的好，一遇到了就表达感谢了，称赞如来。啊，所以老和尚有讲过，最傻的人呢，就是把垃圾啊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。哎，这句法语你们听过没有？没有啊，今天听了哦。哎，我有责任把老和尚的妙法告诉大家哦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别干傻事了哦。哎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啊。哎，纯净纯善的心就装万德洪名啊，装一切众生的好。啊，那我们的人生就知恩报恩了。你都装人家的好啊，你就会去报这个恩德了。人家就觉得哇，这个学佛的人真讲情义呀、啊，真讲恩义呀、啊，那就生欢喜了。我们就是劝进行者了，就是为人演说了。好，哎，讲到这里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讲的哪一句话实在有够难的了？这边搞啊，或者呢，听没有清楚的也可以问啊，都可以举手问哦，不然我都变一言堂了。哎，这个佛门是民主社会啊，哎，对啊，大家可以探讨商量，哎，有的可以提出来啊，我们剩20分钟哈，哦，还剩15分钟，哎，看看刚刚讲的，大家消化了没有？不然大家消化不良回去哦，我有罪过了，是吧？让你们的脾胃功能受到影响，哎。都没有问题哦，哇，你蛮做厉害呢，啊、哦，我刚刚讲了这么多道理，你们全部都融会贯通了，阿弥陀佛，全部融会贯通哦，我想是没啥可能了，不大可能了，主要是什么？不要，我看我也没记得多少。哦，你有记得还不清楚的可以问。其实啊，大家有没有算过呢？我们已经讲了1个小时15分钟了，讲了多少个道理？几十个道理了。哎，听东西啊，听一遍就记住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可能我当问他有没有问题啊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当然没有问题的啊。一般来讲啊，但老和尚说我们现在学习要听几遍，30遍。你听没有那么多次啊，你记不住，记不住啊。你真正遇到境界，用不用得出来？不一定用得出来了。不是我讲30遍啊，老和尚讲的哦。所以大家假如啊，你去听老和尚讲经，你听1个小时，你觉得很有收获，你一定要多听几遍。而且你多听几遍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哎，奇怪了，我听第二遍，哎，
哎，刚刚这一句话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明明我听过了，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重点？哇，你听第三、第四啊，你都会有觉得，哎，我怎么前面都漏掉了？承德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是老和尚对净土法门的专题开示，不到2个小时，我听了超过300遍，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听一直听，哇，听听听，本来觉得哇这一集很重要，听到一个数之后啊。哇，这一段很重要，继续听，这一句很重要，最后这一个字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这个佛经语深呐、啊，善知识老和尚他们的话是很深的，有时候你听得不够啊，把它听浅了，听浅了你就用得很浅，听深了你就。可以用得很深很广，所以学东西呀、啊，不再学得很多，学得很扎实、很深入。啊，建议大家这一集要多听几遍，老和尚真的是字字珠玑呀。这边年轻人比较少啊，主要是年轻人呢、啊，哦，那。这个面对男女问题呀、啊，老和尚里面都有讲。他说他爱你，听听点点头，假话别当真，当真你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你他一花言巧语，你就心花怒放，你就在劫难逃，你就不够冷静了。你要先看他是不是真正有真爱，真爱在哪。你首先，他要爱他的父母啊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而且再讲得彻底一点呢、啊，你想找爱情啊，你只有痛苦的份了、啊。讲白了就是这样了、啊，为什么？一个人没有放下我执。他怎么随时都替你着想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呀、啊！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要去求一个根本世间人做不到的事，你当然会痛苦啦。你找谁谈爱情？找诸佛如来就没错了，保证你满意。因为佛菩萨他的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哇，问呢？你这一生绝对成就。好，你真的还是要谈。我也恒顺众生。你去找一个菩萨来做对象可以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有可能呢、啊，哎，你发愿了啊，我结婚就是行菩萨道，佛事门真，门中有求必应，啊，你得多念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真的挺慈悲的，啥都管，找对象也管，要生儿女也管，送子观音。可是找对象这一点啊，我得补充一下啊。你找的对象呢，条件开清楚啊，不要到时候来了，你说哎呀，我希望没戴眼镜的，他怎么戴眼镜了啊？啊，你到时候不要后悔啊。哎，我们有同修啊，他的太太就真的就是写呀、啊，连戴眼镜都写上去了哦、啊。后来一对，全有。哎，佛菩萨有愿呐、啊，他不会欺骗我们的。哎，但是哦，你得好好修自己哦。啊，因为龙交龙啊，凤交凤啊，都是感应。
你自己烦恼丛生，你要去赶一个佛菩萨来，我看是不容易了哦。哎，所以你求当中要如理如法去求，你也要提升你自己，那佛菩萨就会去安排，是吧？哦，老和尚有讲啊，有一个人要求电冰箱都求不到啊。你要如理如法，你就一个人住，还要那个是50年前的，你一个人住还要买什么冰箱啊？那不是就是很想享受了吗？哎，我怎么讲这里来了啊？好，这看看有没有年轻人啊？哎，每一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抉择。你不学佛啊，你可能在这些重要抉择，你就没有智慧去判断、去抉择。好，哦，虽然是2个小时，老和尚这2个小时呢。我们多听几遍啊！好，那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一六合，人与人相处修六合敬。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团体，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地区或者我们的国家，都要修六合敬。我们讲的每一句话，都不要造成家庭、团体、社会、国家的冲突。讲话要有这个态度哦，啊，你不能呢吃饭呢，一开口呢骂国家领导人不妥当哦，不谤国主，不做国贼，这佛门的戒律哦，戒律很重要哦。戒定慧三学哦，啊，这个戒里面啊，5戒不妄语啊，10善里面呢，嘴巴就占了4项哦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念佛人呢，能把嘴巴守好啊，成佛一半呢。首先呢，嘴巴守得好啊，心不容易起烦恼。嘴巴不守好啊，一开口，火气就出来了。一讲一批评，止不下来了。哇，你看又造了多少业了？所以能守住口啊，重要。哦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，身口意啊，佛讲把口排第一了。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我们的心才能清净。佛法是内学哈，我们不往外看别人过又生气了啊，不着相了啊，往内见人恶即内省，往内人就心就能沉淀下来。心就能关照到自己的问题，往外很难的，莫向外求，向内求，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讲了，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，六合敬是佛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。诸位同修啊，你们跟人相处有没有遇到烦恼？有没有遇到瓶颈？有哦，六合敬用上没有？哎呦，你们怎么不用？那你们不用不就是啊？我生病了，哎，药摆在旁边，我不吃了。法药啊。你现在遇到烦恼了，遇到人际相处的问题，赶快吃药啊！哦，不要折磨自己啊，药到病除啊，赶快吃药了。
怎样相处？这个相处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一定是没有符合六合敬了。所以啊，决定不能违背。违背六合敬的罪很重很重。什么罪呢？啊，这个是从佛门讲，不守六合敬啊，那我们到道场里面去呢，那会破和合身，把道场破坏掉了，大家没信心了，人我是非了，修不了道了。哎，这样会障碍人家的法缘呢，啊，会堕阿鼻地狱了，啊，你说这个罪多重啊？啊，但是多少人犯这个罪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我们如果劝他，他还瞪我们一眼，还恨我们，那有什么法子啊？那遇到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们也只合掌念阿弥陀佛啊，没有话好说。那缘不具足啊，你要提醒他，他反而瞪你一眼呢，不能攀缘了。啊，先做好自己。他信任你了，你再提醒。哎，佛门讲随缘哦，不攀缘哦。我们很多的烦恼从哪里来的？攀缘。缘不具足，你一提醒他，他不接受，他生气了，你就想狗咬吕洞宾，你也生烦恼了，这个也不能攀缘。哎，这个事情条件不够，你硬是要去做，结果没做成，要往前不好往前，要退后也不好退，自找的啦，这个都跟攀缘有关。所以人呢，要冷静观察缘分条件具不具足，不可以攀缘。攀了缘，你生烦恼，对方也生烦恼。哦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说：“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”哎，你们也要读一读《弟子规》哦，你们不能说呢。爱读《弟子规》，囝爱读《弟子规》。哎，教育身教排第一哈、啊！你们不要只是叫他们读啊，你们要带头啊！哦，我们从小喜欢读书啊，都是父母做给我们看的，他们没有要求我们了、啊。身教重要哦。哎，你看这一句话，是非宜，事情。条件不够，不适宜，你不能答应人家哦。一答应了，麻烦了。你再给人家反悔，人家就生气了，说你没信用了。好，应对进退啊，都是修养啊，这个都要学哦。学佛是学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事哦。学佛是马上可以用的啊，学佛是你面对当下的境界是清楚了。哎，我现在家庭是什么情况？我应该从哪里努力会改善？你不能每天，哎，没办法啊，这是面对境界不清楚哦。你只要有佛法就有办法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怕的是你的念头觉得解决不了了，不可能了。这才是障碍，不然没有事不能解决。好，你们假如觉得有一件事真的不能解决，待会下课可以找我啊。没有不能解决的，病得再重都能解决。啊，病入膏肓了，能不能解决？比较辛苦啊，这个我还得请教一下许会长，这个是医学专业啊，我不能乱讲。你病得久啊，你只要用对药，它一定可以恢复的，只是时间久一点而已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。首先，大家要相信。你不相信，你就不肯用方法，你就不肯吃药了。
有佛法就有办法。哦，但是呢，时间到了啊，因为我们才要讨论呢，人与人相处的问题。时间到了，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你们回去好好听，老和尚讲得很清楚了。哎，有请。是。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许会长。这个佛法呢，谈的都是戒定慧三学啊，我们要因戒呀，才能得定啊。用我们净土宗来讲啊，持戒呀，心才能清净，心净。佛土境啊，所以祖师他们都会强调持戒念佛啊，所以念佛人不能忽略了这个戒律。那我们熟悉的啊，要持五戒啊，不杀生啊，祖师说的不恼害众生。那这个就很细喽，啊，你要很柔软哦，啊，常常去替人家着想。其实我们常常恼害别人呢，这个恶果会不会回到自己身上？会的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哦，而且我们不持戒呀，犯了这些错啊，它会产生业力。业力强了，身心不安。哦，我们就说不妄语吧。你们观察一下，打妄语的人心安不安定？你看他的眼睛都晃来晃去的啊。他在怕，我前面讲的妄语有没有被谁发现了？有人发现了，他还要再想很多说法，又要把它盖过去了。你说他的心怎么会安定？怎么会清净？不可能的。哦，所以持戒呀，才能定，才能得清净。啊，这个是念佛的人呢，不能疏忽的。这个时间到了哈，我们刚好接下来三学就是戒定慧，哦，然后六合里面有戒和同修，哦，我们再来跟大家再探讨啊。好，谢谢会长，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感谢许会长提问哈，我今天有生意了哈，不然前面的生意不怎么好啊，都变成我一个人讲而已哈。好，谢谢。